勇士悲壮，不仅输掉了总决赛，痛失三连冠，更输掉了下一个赛季，更被千夫所指。杜兰特跟腱断裂新闻仍在持续发酵，谁该为杜兰特的受伤负责？目前可以说，大家一股脑的都在指责勇士队的管理层，认为是勇士队管理层隐瞒了杜兰特的伤情，并不断的给杜兰特施加了压力，导致杜兰特不能不冒险复出，才导致了跟腱断裂的伤情出现。而威廉姆斯更为勇士队未逼迫杜兰特复出，在媒体上对其进行施压表示了不满。威廉姆斯表示，勇士队从西部决赛开始，每场比赛都对媒体放话表示 KD 将会在下一场复出，但勇士队陷入困境时，导致杜兰特的不复出被球迷所误解。但个人不认同队医误诊这个说法，小腿拉伤和跟腱撕裂应是很明显能够区分的伤病，对于 NBA 的队医来说，误诊的几率几乎是不存在的。而且当时做决定时，队医、管理层、教练、杜兰特、经纪人以及杜兰特的私人医生一起做出的决定。可以说勇士队主要做错的一件事件是没有很好的在媒体将杜兰特的伤病情况向球迷交代清楚。勇士队对杜兰特的伤情的不透明是管理层犯下的最大的错误。勇士队花了两周的时间处理杜兰特的小腿拉伤，但杜兰特迟迟不能复出，让勇士球员、教练以及球迷失去了耐心，管理层也开始失去了控制权。